Hello，大家好。今天呢，我就是仔细看了看评论区，就是那个有一个小姐妹说的，我不是说治白发的行动吗？哈，治白发嘛，看我这清晰可见的这几根白发，我这几个白头发40多岁时候就那个啥就开始白，好歹这么一盖还能藏住，你看能藏住，但是这几年有点藏不住了，这面两鬓开始有了哈，看这里边哈。画完了那个我不跟那网友学的吗？用淘米水和茶油，这是给头发有营养滋养。完了那个拍打，完了用这个淘米水拍打啊。对，今天有那个有一个网友问我，这淘米水是怎么治的呢？淘米就是用那个淘米的水啊，淘米的水。没说是什么米啊，最好是糯米，就是那个江米，什么啊大黄米，黏的那个米，用那个米是最好的。投出来那个淘米的水哈，你投一货两货，你给它攒在一起，沉淀24小时，那个完了最后把上面那个清的倒出去，完了其实等它沉淀的时候，下边那个是非常浓稠的，可稠稠了，都那个成干的了，那个你指定用不了啊，所以说你不能把上面的清水完全都倒净了，留一点点让它有点这种的感觉啊，让它起码流动起来呀，那你才稠稠的干干的，你怎么往头上抹呀？它也滋润不到头发里头去哈。所以说就是那个沉淀那个，等你把上面清水倒的时候，你留一点清水，完了你一晃动，它跟底儿它就是这样的，就这样的效果了。完了完橘子皮，它俩对半儿，半个发酵半个月，时不时打开这盖儿放放气儿。你看我这都发酵好了，没有气儿了，完了就往头发上拍。拍那洗净的头发往头上拍，拍轻轻的挠，完了那个让头皮充分的吸收这个淘米和橘子皮水，完了用毛巾包上半个小时吧，最后那个洗净之后，完了再抹上这个茶油，这茶油挤在手心上，或者直接那喷到头上，就是喷到哪块白就喷到哪块的发根处就可以了，完了这个就不用洗掉了。茶油食用茶油就没事儿，食用茶油淘宝上，110块钱买3大瓶，我就是那网友那么说，我就那么买的，淘宝上就有啊。完了就是那个，这就是这样事儿的。完了我又加了，我不回家，头两天回家嘛，回家我跟我三婶儿的那个妹妹不学的这，那干梳头嘛，完我又加了个干梳头，这个是1周做2次。一周做2次哈，那个，我觉得要是想更好的改善这排吧，咱们再加上干梳头，你好的东西咱就学呗哈，确实是我三婶的妹妹，都70多岁了，基本上就这么眼睛瞅根本瞅不着人有白发，就星星点点的有那么一两根根本看不出来，都比我少，你看我这个，这么白，所以说。就是那个有一个粉丝哈，他说的，我天天看你的视频，我看你以后能到点儿，能不能治好？意思看你以后能不能就是那个能怎么样？他拭目以待哈。行，有他这么个评，在我的视频前面看那个监督我。鼓励我，那么我就是指定是更有动力了。比如说我假如有点懈怠的话，我看到网友这么评论我一定会坚持下去，好，一定把这个头发改善改。我坚信是能改过来的。为啥呢？因为之前你看，那个我已经听过好多人说了哈，说哎呀，我们家那个有个老太太，天天用梳子梳，一根白发都没有。那咱只是光听听，咱也没去行动去哈，咱就以为那事儿是不可思议，不成，那个以为就是就说说而已哈，他们就说说，咱就听听，咱也没实际去操作去。但是我觉得现在呢，你看，确实是头发白了，确实，那个好多人都这么说，那我们干啥？干什么不去试验去呢？为啥不去试验去呢？试验的这个过程中，又挠又拍又打的，对大脑皮层是个保健，真能够改发白，真要是能改善白发，那得有多好的事儿啊！为什么不去试验去呢？我一定试验到底，我一定，就是你看我就天天做这录视频，大家就看呗哈，看呗，到底能改善到什么程度哈？
嗯，你看我现在就是天天拢拢梳梳梳的，把这头发这上面这梳的溜平了，把这卷不都梳没了吗？就这儿有点卷。过两天，女人就是爱美嘛，哈，女人就是美的化身嘛，为什么不去美去？过两天我那个上从网从那个淘宝上，从网上买点那电发的那个，等我买两个那个，看看电上，嗯，把这头发别让它这么秃，秃不是不好看嘛，哈。这秃了不好看，嗯，我看他们有那个电发，那个挺好的，你再买两个美一美呗，哈，嗯，就是这阵儿，你看你天天梳，天天梳，你再烫的好的卷儿，梳梳这个梳没了哈，所以说我就那个什么，嗯，这个白发，那个在网友的监督下，我一定更加积极努力的去改善我这个白发，给大家做个样子哈。但希望你们也能够行动起来。你想想，你在整理这个头发，你拍打挠梳，这是对大脑皮层太好太好的一个保健了哈！一定要去执行去啊！就现在就执行起来。你不要，你关，到时候我要是见证了我得到好处了，那你光是看，你也没得到什么好处，你也行动起来。你想想，在这个。保健头皮、梳、拍打、整理这个过程中，你想想，你自己也是一个非常美好的一个享受，一个美好的一个生命的体验哈。为啥说生命的体验？舒服啊，哎，特别舒服。没事，我拍打完、收拾完头皮之后，这鼻腔这都特别通透。我没有鼻炎，我挺正常。有的人鼻炎的这个鼻子就不透气儿。我就没有鼻炎的人，我都感觉这鼻腔这都是通的。你说你整完头皮，因为整个七窍都是通的嘛，人体都是连着的嘛。我整个收拾完头之后，这脚这鼻这儿都是通透的，就好像通了，非常舒服那个感觉。哎，所以说，亲爱的网友们，行动起来，咱们都验证验证这个，我是坚信，因为听很多人好多都说过了，但也没去。实践去哈，这把咱就实践起来，一定能成功。拜拜，再见！喜欢我的，给我的视频强烈推荐哦，让我得更多的奖，让我更有积极的去做自媒体，让我更多的苗送给亲爱的宝宝们。拜拜，再见！你们的支持就是我的动力。